篮球衣的是三分卫队，身穿黄色灌篮球衣的是彭山闪队。一上来第一次进攻的球权来到三分卫队这边，李龙哥这球没有拿好，自己队友许超把球救回来，看看突破五秒的进攻时间，办好杨晨的挑篮，这一下短了一点，拿到进攻篮板，杨晨拆给李龙哥出界，这球球权交换，不行不行，太乱了。你看我说吧，他们上来这个防守，对不对？大家做好这种准备。我现在这开场的防守做得很到位。小飞侠刘洪博控球给到中锋，提到外线刘东。这一次，周伟豪在弧顶的三分尝试，篮下篮板，15号。李伟浩一次精准的判断，补篮将球放进篮筐。2-0，彭山闪先拔头筹。彭山闪这边，黄队贯彻全场的人盯人的防守，这边向子龙。向子龙从左侧发起，这下给到提上的许超，许超在弧顶持球之后再给到子龙，向子龙55号突破，这次来一记庐山升龙霸，子龙55号两分打进。2-2，周伟豪来了，这一次闪转腾挪给到李伟豪，李伟豪外线三分没有命中，子龙带球往前推进，来到左侧示意场上队友战术，这一次齐晨在罚球线通过掩护之后找到杨晨，外线三分没中，但是李龙哥拿到进攻篮板，看看李龙哥篮下强打对上子伟豪，这次打中反超4-2。在我们的追梦陈俊蛋当中，两支队伍都不敢在任何一秒去偷懒去懈怠，外线15号李伟浩这球持球观察，要给到掩护上来的队友，底线裁判鸣哨，现在比分2-4，彭山闪落后2分。孙鹏挺好，孙鹏这次抹到内线，看看利用脚步漂亮，球场教科书7号孙鹏假动作晃开杨晨，打板命中。回防回防，比赛才开始，比分咬得很紧，打平4-4。强子强子，把球给到子龙。强子强子，这边在左侧交球之后，看看中间球没有拿好，失误。这场比赛至关重要，所以球员打得有些紧张。鹏哥先六分2哨，我下一次把他们换上去。等一会儿，先不着急，先不着急。哦，不着急，这个进攻再换。鹏哥，鹏哥先下来。这要做到教练在和不在一个样，保持住他们的强势。4-4，孙鹏利用掩护之后，节奏不错，分享球找到李伟浩，强起李伟浩。不只是扣下，15号李伟浩。换一个规，换人。犯规，犯规，咱们换人。彭山闪利用这次孙鹏和李伟浩的配合，反超比分6-4。杨晨中路的突破，这一下有点困难，投篮稍稍的偏出篮下，齐晨二次进攻没打进，齐晨还在抢，这一次看看刘洪博把球拿到之后给到曾伟豪，造成下场换换换换换换换 OK 收到，两边申请换人，把李龙哥给卡住了，把李龙哥对去抢每个篮板，别让李龙哥再抢篮板了。那个谁，张志成，张志成，你换一下杨晨，你换杨，你要去帮他过渡球。看看周伟豪的罚球。哎呀，第一罚没进。伟豪没事，伟豪没事，把球投进了。篮板。这次两个罚球都没有拿到，在比赛的一开始，周伟豪的手还是要找到感觉。牛角，外号绝杀小精灵的张子晨，这一下利用掩护之后，在右侧交到低位，造成了对方防守队员的犯规。今天从第一节开始，两队给我的状态都是很
很别扭，就觉得打得很乱。第一，第二呢，就觉得很紧，没有去放松一个心态，然后去投篮。两队其实我觉得打的都不是非常好的状态。嗯，换人，你或者王鑫，你俩去过一下四号位，因为他现在四号位在上面接不了球，你防那个张殿良。前场球，张子强来发，给到子龙。在弧顶的传导，王子晨从底线接应上来接应，大概这么远的距离，哇，这一下，幸好有王金在，把这个超远的三分没有投进给收到篮板，突进来之后再分享球，看看齐晨这个中距离投得过长，球权来到彭家产这边，零号阿迪利，迪利泰，迪利利，这边拆进来漂亮，路易斯，路易斯。阿迪利一记漂亮的传球，路易桑打板一球球，厉害呢！8-4，三分卫落后4分。在开场了一段强势之后，三分卫队现在需要去找到进攻的感觉，没有拿起来，这下成功的防守来自彭振翔队。张子晨就会单打独斗，全是右手突啊，他左手不会突。牛角撤，还是8-4。牛角撤。这边战术打一个牛角，看看于达生落到右边来，阿迪利在罚球线的中距离，过射，滴哩哩，滴哩哩，滴哩彩，10-4。强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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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子晨，给到南哥张楠，三分卫这边在。长达3分钟的时间内没有再进过球了，齐晨在篮下，这下呜吼吼，背后被盖掉一次，第二次进攻还是不进，防着打对的球，好吧，彭家产队的防守非常不错，换许超，换许超，你换齐晨。第一节对手的这个防守的强度没有适应以外，战术就是打的就是不流畅，再换上去的队员，我们都会就是一再的再去强调啊，你们要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有强度的防守，怎样去摆脱去接球，怎样让我们的这个战术能够运转下去啊，这就是换人的目的。三分卫队继续换人，通过掩护之后，加一哥来到底线拿球，找到弧顶的队友子晨，中路的突破对抗之后出手，这个球有些勉强了。咱们是最佳第六人，只要他这样打，只要他这样打，最佳第六人。对，三分卫不断的换人，但比分依然没有起色。一样一样，牛角撤，牛角撤，牛角撤。这次的战术，给到弧顶，让阿迪利拿球，这边好的拆进来，造成犯规。现在在防守端，三分卫队有一点难受。云开喊那个小鱼下个回合叫那个阿迪利去打23，下个回合叫阿迪利打23，23对，打乔丹，让邹伟豪换一下那个邹伟豪，不用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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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卢易桑站上罚球线。路易桑两次罚球，第一次没有命中，看看第二次罚球。自己知道这球投短了，很聪明，马上把球权也就是篮板拿到，再为本队获得一次进攻的机会。14秒进攻时间，现在已经流失了100。右侧弧顶外接球，这一下给到于大生，看看这一次，哇，但是身后的张殿良抢到篮板，勾球打进，漂亮！哇，漂亮！内线魔咒张殿良假动作，黄启江南转身勾手打进2分，帅！14-4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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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后面，彭振山已经领先到了10分，三分卫这边要迅速的打开感觉，看看张子晨这一下，子晨底线突破2分收下。14-6，牛角撤，牛角撤，牛角撤，零号
阿迪力左侧这边还是要打一个牛角，看看阿迪力两次的掩护之后直接拔三分，拔一个，这下短了，自己收到篮板球，看看再分享，但是球传给了观众。现在14-6，第一节打到现在还有1分20秒时间。十，一线裁判鸣哨，有防守的动作出现。十号冯栋阳犯规，那由于团队犯规呢，彭家闪队已经犯满了，所以这一次的防守犯规直接送对方球员王嘉一上罚球线，两次罚球。